前無古人，不知道有沒有後無來者啦，交冠。另外啦，咁啊都講下啦嚇，咁啊尋日咁啊都去咗大埔啊，咁啊就睇港超，咁啊大埔主場對傑志，咁啊人數咁啊其實我覺得仲可以多啲，1446人，所以我就坐到好側邊啊，咁啊因為就比較鬆緩啲，中間就逼過啦啊，咁啊傑志上半場打得好啊，咁啊尤其是九號仔咁啊阿偉頓啦，咁啊一球中微同一球啊，哇咁樣即係過咗對手爭啲，不過就喊。有社交障礙嘅，亦都睇咗一出戲，咁啊呢出戲未必好啱大家睇嘅。但係如果日本中意睇大家中意睇日本動漫嘅，咁啊都可以一睇，咁啊就《孤獨搖滾》。咁啊，今次即係《孤獨搖滾》咧，其實呢兩年好紅嘅。咁啊，係講即係啲女仔夾 band 啦，咁啊包括個吉他手女主角點樣係一個有社交障礙嘅，即係唔敢同平時同人玩啊，同人接觸啊，咁啊，佢哋喺電視嘅動畫咁啊剪輯到啊，咁啊75分鐘啊，咁啊都剪得佢幾好就孤獨嘅搖滾。咁啊當然你冇睇開，可能個嫌啊比較低 B 咁啊，其實人哋都講一啲即係人嘅成長啊，咁啊人與人佢之間嗰啲關係啊嚇，咁啊咁我只覺得啊，咁啊如果你孤獨搖滾嘅 fans， 你應該係會滿意啊。咁啊譬如啊。阿亨利嘛，佢都中意睇孤獨佢搖滾嘅，不過佢就未睇佢電影版啊。咁啊 OK 啦嚇，咁啊當時睇嘅時候，現場都好多係十零歲啊嗰啲男仔啊，咁啊都證明啦。咁啊呢一個孤獨搖滾嘅動漫啦，咁啊呢兩年好紅啦，咁啊香港都即係唔少嘅後生仔係中意嘅。Felix 話好睇，咁啊係啦，即係。如果你喜歡看孤獨搖滾，我對這套我覺得你們應該是會他會收貨。那麼又講了波，又講了日本，不如這樣吧，那麼講一下那些啊，即是日本人看波啊，先咁啊，睇下靚女啦嚇，我點樣教？細聲啲先，爆曬聲。嗱，好，嚟啊！啊！我都即刻 follow 佢嘅 IG 啊！好咁啊，即系今日時間都即系差唔多啦嚇，咁啊應不過我病就唔係嗰件啫，應該9-10，因為聽日就 OK 嘅，照常可以做節目嘅，大家就唔使擔心啊嚇。好咁啊，都多謝曬，好，聽日就再見，拜拜。